以为啊，这个华为三折叠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苹果四折叠这就来了。根据齐鲁晚报的报道，10月14号，苹果四折叠手机专利曝光，文件中间多角度多方位的展示了该技术应用于三折手机与四折手机的不同形态。苹果正通过接洽第三方，积极的解决多折叠屏手机可能会遇到的显示器与触摸的问题。我不得不说，今年手机市场可谓是折叠屏的市场。从9月华为推出三折叠，超过500万人的预约，被黄牛炒到了8万，再到苹果、OPPO、vivo、三星轮番研究折叠技术。从专利数据检索平台获悉，在苹果申请专利之前，已经有中国企业布局了四折手机专利，但是其专利目前处于未缴年费状态，也就是说多折叠屏手机或将成为接下来的各家品牌积极布局的领域。未来你就别说三折手机了，就算是进化成了手风琴，我恐怕也不足为奇。眼瞅着手机市场这个屏幕越来越大，手机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多，那这样发展下去，你说到了2028年，人们不会从6.7寸的口袋中掏出一台67寸大彩电来吧。